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，都相对来说都变得更加能够独当一面啊，然后更加成长了。然后 Justin 就越来越皮，然后也越来越做了好多综艺，越来越搞笑了。然后范丞丞去拍戏了。好多人，王子异也去拍戏了，农农也去拍戏了，坤发了好多的歌，然后有长靖出了 MV，林彦俊也是发歌出了 MV，朱正廷也发歌出了 MV，朱正廷 MV 发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你们应该还没看过，但我已经看过了，对，然后。感觉大家都在进步，都变得越来越好。